信德的流露啊，不是古人定的啊，不是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包括我们今天讲动物、植物、矿物啊，说包括动物，我们还能够懂得讲六道轮回吗？啊，蚊虫蚂蚁本来也是佛，那矿、植物、矿物那怎么是佛呢？华严经上虽然有这个说法，出家在家许多大德都没法子解。他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有情是动物，无情就是植物矿物啊，这无情的佛说有情无情